他算进来了，接下来这个身体就是我的了。哎，不得不懂，哎，有我在就不会是你的。嘿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就敢吹牛啊？不信你就试试。哎哎，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要试试吗？哎呦，他啥了的？自己揍死人的。哎，不好！哎，我的天，这进来什么厉害的东西了？哎呀，再给你转出来着。哎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多呀这？哎，不行，太多了这，我得多找几个细胞一块干呀。哎，求求支援，这里情况严重啊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繁殖也太快了这。嗯，哎，那两个，别跑啊，站住！嗯，我怎么突然发烧了这？哎呀，咱俩一直逃跑也不是个办法这。哎，那咱咋办呀？咱躲这些细胞里，先躲一阵啊。哎，这咋不见了呢？我明明看到他们往这儿跑了呀，再找找呀。你看这地儿挺安全，咱们现在待着呗。哎，那是不是出去啊？咱先在这儿多繁殖点，兄弟，等数量差不多了，你去把他们杀干净。哎，这还真多呀，应该都抓住了吧？哎，刚才跑了俩，没抓着来着。那再找找，这俩应该折腾不来啥大动静啊。哎，反正这就好了，我的身体倍儿棒。咱这差了10年了，让兄弟们都出来吧。哎，该出去了，就等这一天了，兄弟们都出来吧。哎，咱们现在就把免疫细胞全部杀光，分头行动啊。这就是最后一个免疫细胞了，现在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了。哎，没啥事了，哎，大家都玩去吧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身体没有免疫细胞啊，咱的好日子来了。哎，我的腿答应了，这不就个小感冒了，还这么严重啊这？这身体没有免疫细胞了，一个小感冒就能要了他小命的。